每一年的生日都非常的特别，非常的不一样。好的，刚上完网课，现在准备去拍话剧了。到了。今天是合成的第一天，排练结束了，现在准备回家，拜拜。这个蛋糕是很有意思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。19岁想做的事情，先把驾照考了吧。我真的很想考驾照。你啊，19岁生日快乐！